人气网红雅丽妈与法国老公婚后育两子，一家人目前定居在法国。日前她透过社群平台发文回应一直以来困扰她很久的偏心话题。她表示自己每次晒出与某个家庭成员的动态时，都会被网友质疑或调侃，甚至将范围扩大到家中宠物。她只要分享与小儿子的合照，就被批评偏爱小儿子；分享雅丽喜欢的东西，又被说自己只关心大儿子。前几天说想带大儿子去日本玩，又有人说弟弟好可怜，认为她只爱哥哥一人。雅丽妈直言对永无止境的偏心指责感到相当疲惫，虽然批评她的人可能并没有恶意，但她觉得这样的言论对一个母亲来说实在太沉重，同时也强调自己无法一一解释每张照片的情境。她也在最后呼吁大家发言前能够先思考，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尊重，多为他人考虑。